气死我了，今天哈可马古什么意思，他冤枉我，他说我偷了他的手镯什么人嘛，然后现在他哥被我偶像接走了，然后不知道也去哪里了，啊，一天天的真的是我好欺负一样的。哥姐姐们，我今天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个火龙谷地，你看这里为我而设置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还吃了一个，他这里看着，你看是不是再弄过来一点点，来让你们看清楚，来好红哎，哇哇哇，没事看到锁了门关了窗醒了的闭了眼什么着走掉，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消失掉。